皇后是一国之母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不能废掉皇后。不然，言宽就会不费一兵一卒，便赢了这场民心之战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臣妾刚刚在御花园见到前线来的驿官匆匆忙忙到广宣宫来，是不是魏大元帅来信了？魏广他在信中说，让朕不要废后。 他是多虑了，朕怎么会废后呢？皇上，臣妾议和回来的路上，听说由于天灾不断，民间饥荒，长公主就趁机开放粮仓赈灾，很多百姓因为这件事而投靠了那两个逆贼，更甚者有人说，言宽懂得呼风唤雨，更能扭转天灾。这个你们不必担心，魏广已在信中说了，他是在试探敌方虚实。 并非真的打败仗，至于那个严宽嘛，能够呼风唤雨，哼，更是无稽之谈了。皇上，臣妾还听说，严宽突然派了一支军队，直冲燕都而来。这个你也不必担心，朕有三座城池护卫燕都，平州、宁州和韩城，都有大军来把守。对方那个带兵的叫韩子峰。 那就是废物中的废物，无半点行军打仗的本事。你们就管好后宫，照顾太后以及赈灾的事情，那么朕就后顾无忧了。你拉我来广宣宫说这么一番话，到底是何用意啊？现在看来，应该没有大碍，皇上根本就没有废后的心思。 原来你是在操心这件事，本宫对自己这点信心还是有的。不过还是谢谢你。你们看这里，看这边这个地形。参见长公主，广内王。把这个废物给我绑起来。长公主，属下犯了什么错？你还说？ 严大元帅给你三万精兵，让你在三日之内突袭宁州，你以各种理由延误军机，按兵不动。拖出去先打30军官。长公主，无论天时地利，都不是我能企及的。什么话？严大元帅，怎么将韩将军抓起来了？严大元帅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此刻你应该是在圣西郡指挥作战呢。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再说了，圣西郡离这儿就算是快马，也得6日6夜。放了韩将军，哪里需要我严某，我严某就出现在哪里，这有何难？我明白了，原来还真有神奇的事情。严大元帅还真是个神人。姐，什么意思啊？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？ 当年严大元帅在宫中与先帝下棋，同时越灵国的国王竟然见到严大元帅亲手递上了国书，两个国王都没有说谎，一时之间传为佳话。有人说严大元帅用的是障眼法，现在看来，您真是有大神通啊！我听过，可我之前就是不相信，但今日我见着了，名不虚传。 我严某有什么本事不重要，眼下最重要的是，怎么打赢这场仗。韩将军迟迟没有偷袭，有他的道理，我们就不要再追究了，以免影响三军士气。多谢严大元帅。韩将军，快快请起。长公主，我会留在这里和韩将军一起指挥作战。 拿下宁州，剑指燕都，指日可待。好。魏广以为我在圣西，所以才步兵圣西，要和我一决雌雄，但他却没有想到，我不止在圣西，也在这里。 我倒要看看，他如何是好。
你就回去休息吧，别在这陪我了。这场仗，关乎娘娘命运。我已经让皇上身边的王公公一有消息就立刻过来回报。你是担心一旦战败，皇上就会答应长公主的要求？每次战事一开，皇上都说会全力相信魏光，可遇上转折，他又开始退缩。我信魏光，而且我。 也绝对不会让娘娘被废后的。回禀二位娘娘，皇上那边传来消息，您都已经失手了。什么？去广宣宫。走。身为太尉，什么事也做不好，还有脸回来见朕？太尉，发生何事啊？娘娘。 皇上让我到军营去鼓舞三军的士气，但是有消息说燕宽有分身术，传遍了整个军营，军心涣散，很多人都当了逃兵，不战而败呀。那都是把戏，妖言惑众，你也信吗？皇上，启禀皇上，叛军攻打到第二道防线韩城的时候，突然停止了进攻，现在就屯兵在韩城附近。 另外，那两个叛贼还派了使臣来，说要求见皇上，现在就在外边候着。让他进来。把人带进来。参见皇上。那两个逆贼要你跟朕说什么呀？长公主说，如今的战乱景况，也不是她愿意看到的。 未免生灵涂炭，长公主愿意与皇上议和。不过，议和的话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皇上您罢黜皇后的后位，打入冷宫。你说什么？长公主还说，废皇后之事一定要昭告于天下，否则，议和嘛，仍然是不可能的。来人，把这个无耻之徒拖下去。 重打八十，打残带走。皇上，请息怒啊！本宫这身凤袍也穿了好些年了，是有些厌了。可是本宫很想知道，你们的主子究竟图谋什么？回皇后娘娘，这个小人真不知道。你回去，跟那两个逆贼说，就算是天塌下来，朕都不会废黜皇后的。滚！ 皇上，眼下战局发展到如此地步，臣妾想上前线鼓舞三军士气。后宫嫔妃上沙场这，切不可行。臣妾是百戏团出身，这次我就是要看看严宽他是耍了什么把戏。旁人也许看不穿，但臣妾或许就能戳穿他。皇上，您贵妃说的有道理，严宽以前耍的那些伎俩。 都是他识破的。没错，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皇上就让臣妾试一试吧。朕准了，但是路上你要多加小心。丞相，派一队精兵，一路护送宁贵妃，若有差池，朕拿你试问。微臣领旨。 我是实在想不明白，这个严宽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他为什么不趁着破竹之势拿下韩城呢？拿下韩城之后，就是燕都了。还是听严大元帅的吧。此人高深莫测，岂是你我能够企及？严正，严正，王定王，我兄长不是告诫过你，行军之事不得饮酒吗？即便你是王爷，犯了军规，也要按军法处置。你不是死了吗？你真是严正吗？
你回来干什么？我兄长曾说，成大事，天和人皆会助你。即便我成了鬼，也要回来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可你是小雨亲自动手杀死的，王爷只是受奸人蒙蔽，我不怪他。在我看来，王爷是一条天命所归的金龙，无论生死，我都愿追随。只求王爷有朝一日能封我为国师。叶柔，叶柔。 姐，小雨，姐，小雨，严正，只要你愿意追随我，我一定会把你的画像挂在祠堂之上，受万人敬仰。严正叩谢王爷。 是我杀的，他一定是假的，他就是在人装神弄鬼，他就是带人骗我。坐下，坐下。他不可能，他不可能。我与严正非常熟识，刚才我仔细观察了他的一举一动。 绝非他人所办，他就是严正。皇上，敌人现在屯军不动，臣已不便应万兵。即便敌军攻入韩城，臣也不会出兵。臣要将敌军引入燕都，燕都易守难攻。只要敌军入了燕都，皇上的驻军加上臣的80000精兵，便能里应外合，将敌军一网打尽。 谨记臣的谏言，无论发生何事，万不可接受长公主与广定王的谈判条件，皇后不可废，否则就正中了严宽的诡计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宁芝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有回去休息？明天你可就要动身了。正因为臣妾要离开数日，所以还是有些担心皇上。朝中的事情，朕自会看着办的。 臣妾此次前去，一定会想办法揭开严宽的把戏，而魏大元帅的叮嘱，也希望皇上能够谨记，我们一定会胜利的。所以，你真的是跟魏大人心有灵犀，是让朕不要动废后的念头是吧？朕知道了。两张嘴，说同样的话。那臣妾不多言了，臣妾告退。 臣妾今日一早就要离宫，去应对严宽装神弄鬼之事。长公主要求废后再和谈，这件事一定有诈。但是皇上对战局忧心不定，臣妾离开数日，还希望皇太后能多加照看。哀家也是糊涂了，长公主为什么要和皇后较劲呢？他们要的是皇位，又不是后位。臣妾也一时无法说明白。 这其中的诈到底是什么？但是臣妾知道，我们还没有输。可是，一旦按照敌方要求的步骤去走，我们很可能就会输了。哀家知道了，你放心去吧，你要保重，平安回来。臣妾知道，太后保重。 白灵儿，你走吧，丞相公是容不下你了。李公公，你就再给奴婢一次机会吧，奴婢知道错了。你根本就不是有心做宫女，啊？成天心不在焉的，每天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。梨花学堂都不肯再收你回去了。宁贵妃。 宁贵妃，听说您要去前线了，我好担心您啊！要不然您带着奴婢一起吧，让奴婢来服侍您。
我已经有人服侍了，您还是回太后那吧。娘娘，您现在身为贵妃，身体金贵着呢，身边只有两个宫女伺候，难免有不周到的地方。但是我服侍了您那么久，最是知道您的心意了，您就答应奴婢吧。班灵儿，我要去的是战场，不是什么舒适安逸的地方。无论娘娘去哪里，奴婢都誓死跟随。我知道。 您对奴婢把地图交给皇上，心有怨言。可是当日奴婢看皇上因为火烧石窟的事情日夜难寐，又不知道您在哪儿，就只能交给皇上了。娘娘，您就原谅奴婢吧，让我跟着您好不好？罢了，随我去吧。 上！快走吧，宁贵妃，快走！娘娘，外面好像没有这么乱了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被叛军占领。方才我们遇到的应该是山贼。 借着战乱趁火打劫，不会逗留太久。只不过，长公主的叛军应该已经快进城了。娘娘，我们身边已经没有侍卫了，在叛军没来之前，我们回宫吧。不行，我来是干什么的？我必须要亲眼见到严宽和严正才行。只不过，目前的确需要皇上派人来支援我，得有人回宫去汇报啊。我去。 你，我回去给皇上送信。班灵儿，回去的路上很有可能会再次遇上山贼，你不害怕吗？我可以的。好，那就你去吧。不过路上要多加小心，我给你乔装一下，应该会安全很多。是，娘娘。 玉，姑娘，你，我是皇上身边的宫女，我现在着急回宫，请送我一程。在这里放我下来就行。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跑回去就行。玉。 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上气不接下气的？不是，我是……皇上驾到！皇上。 班灵儿，你怎么了？送班灵儿去太后那边歇息。是。皇上，
宁贵妃在清风镇遇到了山贼，现在躲在一个酒楼的地窖，奴婢跑了几个时辰才赶回来。您赶快，赶快找人去救她！皇上，战况如何？韩城已被反贼攻破，怎会如此之快？ 刘老将军那个老匹夫跟朕承诺过，韩城可以守2个月，怎么才区区2日就失守了呢？皇上，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还是思量应对之策吧。皇上，魏大人送来一封密函。皇上，您只需多守2日，臣的大军就会赶到。好，魏广的大军。 2日后便可抵达韩城，乃是我们两路夹击，杀反贼一个措手不及。皇上，敌军已经推进到燕都近郊了，怎么会这么快？敌军未到，但我军士兵已经先逃走了。军中流言说，皇上您说，当日先帝并没有传位于皇上，而是传位于广定王。如今广定王带着天兵天将讨伐皇上，岂有此理！拿朕的盔甲来。 皇上，万万不可啊！报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广定王派来使臣，说愿同皇上和谈，但之前条件不便，而且定要公告天下。皇上，找到凝芝了吗？飞虎营的人已经去接应凝芝了，不过韩城泄露。 朕还没有什么消息，有飞虎营的人在，凝芝不会出什么大事的。长公主的人不会抓住凝芝吧？皇上，皇后，之前你曾跟朕说过，你掌管后宫多年，已是身心疲惫，后宫人心太平，你何不借此好好的休息一下？ 后宫的事可以交给凝芝来处理，如果凝芝迟迟未归的话，可以交给赵妃。赵妃是后宫的老人了，规矩还是懂的。皇上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长公主与朕的和谈条件，你应该很清楚。朕希望你能够成全朕。皇上的意思是将臣妾打入冷宫。 你放心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等形势稳定之后，朕一定会恢复你的厚望。朕这么做也是为了天下之苍生，如此一来可以免去一场战事。皇上，你为什么不相信魏广？魏广说了，2日后他便会带兵回来。他既然这么说了，他就一定会回来。朕当然相信魏广。 但天有不测风云，若有差池或燕都起不落入长公主之手，到时候再和谈，就完了。数万大军驻守燕都，难道还抵挡不了长公主那群乌合之众吗？区区2天，将士们一定守得住的。若是守不住呢？我燕都黎民百姓数十万，你让他们也陷入战火。 陷入绝望之中吗？皇上左一句天下苍生，右一句黎民百姓，这么大一顶帽子扣在臣妾头上，看来真的是让臣妾不得不退呀。朕真的是无计可施了，但凡有别的办法，朕绝对不会废除你的后位的。如今，你做出这么一点小小的牺牲，却可以换回天下太平。 这何乐而不为呢？可是皇上是不是太天真了？废除皇后，长公主真的能满意吗？朕与你结发20年，尊你为后，你想尽这天下荣华富贵，如今就让你做这么一点小小的牺牲，你都不愿意吗？皇上，不是臣妾贪恋后位，不想退位，而是魏广在信里写的很清楚，不可废后。 如果废后，
这是中了长公主的计，而此刻大梁最该做的，便是让天下百姓看见，皇上跟臣妾一起携手共进，共同抵抗逆贼的决心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是满口的冠冕堂皇，心中哪有什么天下？你真让朕寒心。我可是皇上的心里，才没有天下，皇上心里装的只有皇上你自己。 你说什么？如果让朕活出性命，可以换回天下太平的话，朕绝不犹豫。皇上若真是如此这般大义凛然，为什么要废后退兵？大可以正面迎战。朕不跟你理论了。总之，废后这事已定，朕可以答应你，日后一定会为你复位。但你要懂得时机，知道什么样的话该说，什么样的话。 元帅，皇上方才下旨废除皇后，并将皇后打入冷宫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把皇帝给我叫来。太后，来不及了，废后诏书已经昭告天下了。 是陷入了长公主的圈套。继续探查，如果他们的守卫有漏洞的话，我们就立刻回皇宫。是是。等等，如果是魏广的话，他一定会审时度势。废后诏书已经昭告天下，就算我赶回皇宫，也于事无补。 现在最重要的是扭转战局，立刻换上叛军的衣服，继续查探严氏兄弟的虚实。我们人数有限，怕是无法偷袭严宽引证。不需要偷袭，探查就好。是是。 为什么不阻止皇上，让皇后落得如此境地？您只在燕都锦交失踪了，而皇上已经入了严宽的局。我也回天乏术，恐怕这一次我们是真的要输了。严大元帅，何事如此高兴？我们赢了一场大仗，当然知道高兴。 晚上大败庆功宴，犒赏三军。我不明白，我们打宁州，打韩城，一路势如破竹，难道仅仅是为了让那个昏君废了皇后吗？论军力，我有八成把握击退严宽。若严宽想赢，只有另找办法，那就是民心。他要皇上废掉皇后才答应和谈，目的只有一个。 他想让全天下百姓都看见，皇上抛弃结发的妻子，其心不忍。若皇上废掉皇后，更是失去朝中正式一族的支持。皇后虽然在宫中雷厉风行，但在民间威望极高，老百姓抛弃糟糠之妻，尚且会被指指点点，更何况是一国之君。
如果我没有猜错，过不了几天，严宽一定会散播谣言，说皇上薄情寡义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什么都可以舍弃。而以他这种性情，当年抢夺皇位的事情，也就坐实了。和昏君谈判，地点就选在广宣宫，让他召集文武百官，不用担心有什么危险，大大方方的进去，光明磊落的。 要回皇位，元帅妙计。本宫已经不是皇后娘娘了，以后都不用行这样的礼。时辰差不多了，咱们走吧。都愣着干嘛？本宫还没离开这永德宫呢，就开始忤逆本宫了吗？皇后娘娘。 按照后宫规矩，您不可以头戴凤冠，身穿凤袍去冷宫。后宫这规矩是本宫亲手所立，现在来跟本宫谈规矩，你们谁有胆量？有本事上来亲自摘了我的凤冠！罢了，我离开这永德宫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回来。也许，永远都回不来了。 见皇后娘娘，免礼。 谁？皇后娘娘，快进来吧。从前，那么多人受过我的恩惠。 现在本宫落魄了，还能想起本宫的，唯有你一人。只可惜，这如此简陋，连壶茶水都没法招待你。娘娘不必灰心，魏广已经一时率军抵达韩城，宁贵妃虽说滞留在燕都附近，但有飞虎营的保护，应该无甚大事。皇上后来是如何昭告天下？ 说废除我这个皇后的，虽然现在知道了，也不可能翻出任何水花，但我还是很好奇。皇上说您犯了宫规，只能忍痛废后。也对，他还能说什么呢？难道要他承认，他自己贪生怕死，连跟长公主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吗？ 我们这位尊贵的皇上，他只敢躲在这宫中，妄想从天而降的太平罢了。
和谈定在两日之后，依皇上与长公主的性子，此次和谈只怕会持续些时日，娘娘可能得留在这里一段时间。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打从进冷宫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再出冷宫了。只是没想到。 我亲手立下的规矩，最后会落在我自己身上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此生也算是无憾了。做皇后这么久，寻常百姓享受不到的荣华与富贵，我都已经得到了，所以无憾。只是没想到，把我打败的不是后宫的嫔妃。 而是皇上，娘娘，只要有一线生机，臣定会救娘娘离开这里。娘娘，这冷宫之中，许多妃子都是因您之故才落到这般田地，她们对您多有怨恨，您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对付后宫嫔妃的阴谋诡计，我早就已经得心应手了。倒是你，跟长公主相处。 一定要处处小心。臣答应娘娘，定会活着回宫。娘娘也要答应臣，他日我们宫中再相见。一言为定。娘娘，我们只探到了严正的位置，而且他同时出现在三个地方，我们只能确定一个。这就够了。 好，咱们按照计划行事，分为两队，一队先去河边准备船只，另外一队随我去找严正，待我看清楚他的模样，咱们再返回河边会合，一同离开。宁贵妃，请保重。都起来吧，大家都一定要注意安全。 一切依照此约吧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
我们发现宁贵妃在附近一带出现，虽然暂时还没有抓到她，但她跑不了。有她在手，我们的谈判又多了一个筹码。 万千烛火中飘逸，你曾是这里最平凡的流萤。靠近我，将时间凝聚，星波光粼粼，像一场梦境。 找寻一个遥远的身影，拥挤的山场竟然如此安心。我多想放下身和你，陪你细看人世情，陪你等，陪你等。 点一盏眷恋时光，照进你生命，让所有危险和传闻受你眼睛，仿佛黑夜里泪水的结晶。